来，我们现在在第三章。第三章讲什么呢？就是电磁波，平面电磁波在导体介质中传播。我们第二章是指它在介电池里面传播，介电池里面传播。介电池，而且我们讲的介电池就是说，里头啊没有 charge density， 没有 current density， 用这个说法。好，现在我们换成这个导体介质啊，那么用是什么样子的啊？那这就是我们要介绍的内容啊。现在我们看，我们现在看的导体就是什么？没有边界的导体介质，就是说无限大的导体介质啊。好，导体介质有什么？导体介质里面有什么样的一个特点呢？就是它没有自由电荷的存在 ，ρ 等于零。我们把它当作理想导体，就导体就好了啊。它里头不会有电荷密度存在，因为有电荷密度的话，这个电荷会在周围产生电场，那电荷中的电场就会受力，就会推啊。里头如果通通是正电，那互相排斥，正电最后跑到哪里去了？表面上，对不对？如果通通是负电，它也排斥，它就跑到，也是跑到表面上。如果有正电、负电呢？它正电、负电会综合在一起，最后剩下的不是正电就是负电，还是因为排斥就跑到表面上去。所以里头啊没有 charge density 啊，但是呢它有电流密度的存在。那你说没有 current density 没有 charge density 怎么会有 current density 呢？没有 charge density 怎么会有 current density 呢？那么我们知道，导体介质里面是没有静电场，没有静电场，就是静电场等于零，因此它的 current density 也是零。但是导体里头啊，可以有非静电场，就说你有磁场改。所以时间改变的话呢，它就会有这个非静电场。有非静电场的话，根据欧姆定律啊，它就会产生电流。有电流就会有 current density 啊。所以这个你要想通啊，你不要就是看到这个就是记住啊 ，charge density 等于零 ，current density 不等于零。你要记住，这个电场为什么身上会有？这不是静电场，这个是磁场随时间改变而产生的电场啊。好，那么在导体区域中呢 ，mu、epsilon 和 sigma 它的特性，这我们可以说这是介质里面的参数。那么在以前我们讲的这个介电池里面有这两个参数，但是这个等于零，这个是什么？这个是电传导系数，电传导系数。它就有同质性，就是 homogeneous， 还有各项同性，它没有方向性，各方向都一样，就是 isotropic。但还是线性，线性就是说你这个电场是一个 J 成正比啊，或者 J 与电场成正比。好，那么我们这一章呢，
刑警考古电影的偏正过吗？考虑 X 偏正，我们还是简单的啊，最简单的情况。好，那么现在我们要开始了来看，在这样的一个性质的介质里面，它要产生电磁波，它怎么样产生？啊，我们来休息一下，那现在我们就在导体介质中啊，把 Maxwell equation。把它写出来。Maxwell equation 你要去写了啊，在什么样的环境之下，你要写什么样的形态，你要那样去写。啊，第一个，高斯定律。现在因为它里头的参数是这个，那这个等于零的话呢，那就因为这是常数啊，它这个是零啊。所以一定是这个等于，那这个是磁场的高斯定律，那这个是马拉基定律，可以用 B 场表示，也可以用 H 场表示。这个是安培定律，安培定律，安培定律里面，这个 J 现在不是零哦。J 现在不是零，好，但是我们要把四个 equation 里面，就把它变成两，只有两个变数，一个就是电场，一个就是 H 场。那么磁场变 H 场很简单，就是 B 等于 mu H 就好，啊。那么这个地方 D 要变成 E 也很简单 ，epsilon E 就等于 D 嘛，啊。那你这个 J 怎么办呢？Current density 怎么办呢？Current density 我们就欧姆定律带进去，欧姆定律啊，欧姆定律。那我们这里全部用的都是这个 space time， 都是 space time。好，它是这四个 equation， 我们应该从这四个 equation 里面呢来推导，来推导啊。你们，我这里不用这个方法，不过你们回去啊，用这个式子来推导啊，推导它的多方程。哎，那我现在用什么方法呢？我现在就用比较的方法啊。那我们跟真空或者是真空法，我们叫真空。里头的 Maxwell equation 来说比较，你看第一项一样，对不对？第二项呢长得也一样啊，就是一个是这个都看不出，因为这个如果等于常数拿掉，这个等于零，这个等于就一模一样。那这个地方就是 mu 零，真空是 mu 零，那我们刚刚呢是用 mu 和 mu。那这个地方呢，它没有 J， 没有 J， 它这里是 epsilon zero， 我们刚刚那个式子里面用的是 epsilon， 而且刚刚多了一项这个东西。好，那我们就想办法改一下，把现在的导体里头的。这个 Maxwell equation 跟以前的不一样，如果能够保持它的形态都一样的话呢，那么我们只要看看是有什么样的一个转换，它的形态会跟真空一样，那么真空里面的波方程我们就可以用，就可以用啊它的样子来做这个，稍微转变一下。就可以变为导体介质中的电子波方程呢啊，于是我们就把上面的第四式啊，就是这个式子，我们改变一下啊，这个式子做一个改变啊，这个式子
这样子。那现在我们把 J omega 提出来，里头就变成这个先写 epsilon， 啊，这一下呢就变成负 J， 因为 J 提出来它没有 J 啊，它这个本来应该是加 sigma over J omega， 那分母的 J 拿到分子就变成正，就变成负的变化。然后我们就把这一项东西啊，这个括弧里头这个，就变成一个常数，叫 epsilon c。你看，变成这样子的话呢，那这个形态就跟这个形态很像了，对不对？你只要把 epsilon zero 写改成 epsilon c， 还有 mu zero 变成 mu 啊。那这两组形态就一样了，那它所导出来的 wave equation wave function 就可以被这个导体来用，只要把这两组改变一下就好。好，这样一改变，两组 natural equations 就非常的类似。好，这个数字我们用这个常数来等于这个括弧里头的这一项，我们称它叫做复数的介变常数，叫 compact commutativity 啊。所以我们就可以把真空区域的 natural equation 它的解 solution 啊里面啊，真空里面的 solution， 把 mu 0把它变成 mu。然后 epsilon zero 就变成 epsilon c，epsilon c 就是这一项。有时候我们把它写成 epsilon prime 减掉 j epsilon double prime， 那这个 epsilon prime 就是 epsilon 啊，就是介变式里面的 epsilon 啊。那这个呢，就是实数项，就是实数项，这个是一个。这是一个复数啊，那这个就是它虚数上面的这个东西啊，这个也要记住的话，以后也可能要签啊。只要这么一变，真空里的 Maxwell equation 它的 solution 就是导体区域 Maxwell equation 里面的 solution 啊，那这很简单，这个方法很简单，对不对？啊，如果你以前是怎么样的从这里导出来，你现在就把啊导体介质中前面三个这个还是 U， 然后后面这个变成 H C 啊，找找看，哎，做一做哈，动动脑筋，哎，好，那我们就看看在真空区域里头的什么情况，我们已经知道是这样 EX 正方向跟负方向传播，我们可以分成可能是这个也可能是这个啊。那这一项呢就是这个东西，对不对？这是 amplitude， 它戴帽子的话呢就是说它可能会有一个 initial phase， 那这个就是代表它的 phase factor，这是负方向的，然后我们把它写出来，把这个贝塔零带进去，贝塔零本来就是欧米伽负号 ，mu 零 x 零。好，那么在无边界导体介质中的解，你看就把这个改一改了，也是正方向跟负方向的。好，那么我们就借用这个，我们把这个。啊，这个 epsilon zero， mu 零 epsilon zero， 啊， mu 零变成 mu， epsilon zero 就变成 epsilon c， 这就是 epsilon c， 啊， mu 零变成 mu， epsilon 变成 epsilon c。好，我们这样子写的时候，这个是很麻烦，而且这个在指数像。上面有这么麻烦的表示法，写起来也很麻烦啊。我们去立，
这个上面的 Z 前面的这个东西啊 ，Z 前面的这个，把它叫做 gamma， 它是 J omega mu epsilon 减掉 J sigma of omega， 当中它是 gradient gradient， 那这个我们称它叫做传播参数，叫做 propagation constant。那手榴弹一下子就出来了，这是不是就出来了？马上就成对了，一换 ，mu 换 mu 一换成 mu， 一平换成 a 平 c 就出来了。好，明白。那我们现在就说，你这个是一个复数啊，啊，你看外面有结，里头还有结。那整个来讲它就是一个复数，复数我们可以用直角表示法，啊，直角坐标表示法跟极坐标表示法来表示。好，我们先说啊，用直角坐标表示法的话呢，我们可以把它写成阿尔法加上 J 贝塔。好，你用这个这个复数等于这个复数，你想办法左端把它展开啊，最后啊，两个复数相等，两个复数相等就是实数相等于实数相，虚数相等于虚数相，你可以解出这个结论，这里面习题里面的一部分了啊。就把它证明出来 ，OK， 啊，阿尔法就是这个，贝塔就是这个，本来它们的单位啊，应该通通是跟这个前面的贝塔一样的啊，都是 radian 的名字，但是因为这一项它有一个任务啊，就说阿尔法呢，它有个任务。有它的存在，这个电波在传播的时候，在行进的时候，它的强度会越来越弱，就是它的强度会持续的衰减，因此这个我们就称它叫做衰减常数 （attenuation constant）。那我们就把这个，因为它的任务不同，这两个任务。我们就把它叫做啊 ，network parameter，network parameter， 那这个其实是一个原理，就是欧姆啊，它一样 ，Hamilton 一样的就调转它，就是其实这两个是一样的东西啊，只不过它是用的阿尔法，阿尔法因为是衰减常数，那我们就有。这样的一个单位。好，那现在我们就可以把导体介质里面的平面电磁波的电场，现在我们就改用这个参数，还有阿尔法、贝塔来表示。哎，好，我们把它写成这样子的。好，那么这个可以写成什么 ？E in plus， 这个就是 amplitude 啊。这个呢，以前是在介电磁区是什么东西啊？是负 J 贝塔，对不对？负 J 贝塔，现在就是变成负伽马，啊，这个是正伽马，啊。那么我们把这个伽马。再等于阿尔法加 J 贝塔代进去，就变成这样的。那这个就是 amplitude。这个上面应该可能在冒险，这个帽子两个取消，这个就是在冒险，因为它的 face 已经写出来了，是 E 零 plus。
一米八，哎，那下面上面也把它改一改啊。那么它的实写型的 Uncommon 4就是 Real 的这个成分，哎，我们来用手接我们的底，那你是把这一项东西呢乘上这个，这个乘上这个，这个这个帽子把它取消，这个帽子把它取消。好，那这个。把有 J 的这三项，把它的指数啊相乘这个指数相加了，就变成这样的。取 real 的存在，这个也是一样，取 real。好，那我们现在就看一看呢，你不论是看它的 space time， 还是看它的 time harmonic form。跟我们以前的介电子里头的那些微方学都差一个这个东西，以前是没有这个，就是这个波幅度乘上它，这个波幅度乘上它，以前这个是没有这个，这个是一，怎么是一？就多一个这个，多一个这个什么意思呢？你看。它是 exponential， 就是往正方向传播的，往正方向传播的，它的次方是负阿尔法 z， 所以往正的方向传播，你 z 越来越大，阿尔法是一个常数嘛，它是负号，那就是说它是 exponential 阿尔法 z 次方分之一，啊 ，exponential 阿尔法 z 随着 z 值越来越大，它的值也越来越大。导数上就越来越小，所以这个数字啊，跟这个数字都是随着 z 的绝对值的数目越来越小啊。这是往正的，这个是 z 是负的，所以一边是进入，一边它就变小，小于一了，小于一，但是使得它长时间不断的变小。Amplitude 的平方是跟它的强度成正比啊，就是强度是正负平方与正负的平方成正比的，因此它的强度呢，这个电波的强电磁波的强度啊，就是越一边行进一边衰减，因此有了这个 factor， 就是它会衰减。那我们就称这个 factor， 我们称它叫做 an attenuation factor， attenuation factor 叫衰减因子，衰减因子，而它叫做衰减常数啊，整个这个 exponential 的衰减因子，哎，啊，这里就是。我刚刚解释就是这个东西了啊，它跟就是我们在介电子里面跟导体介质里面函数啊电磁波函数主要的差异就是在导体介质里面多了一项衰减因子，所以平面波在导体介质中一边行进的时候强度一边衰减啊，那么。像是这个图形，这个是往正方向传播的，它一边传播，你看它的按率就越来越小，按率越来越小，按率越来越小。这个是按率，这个按率越来越小。那么按率就越来越小，就是它的场。电场越来越小，啊，这个像这个地方，这个电力线很密集，对不对？到这里就比较稀疏了，过来就更稀疏，再过来就更稀疏了，啊，是这样。那这个是朝负方向传播，你看它这个是正，这是正，
负分量的也是越来越小啊，这里也是一样，你看这个很密集，这个松了一点，这个更松，就到这个更松，更稀疏啊。这个就是电磁波在导体介质中传播的信息。好，那现在我们就看这个衰减常数啊。衰减常数是这个，向量常数是这个。好，跟传导系电传导系数，这个等于零的时候，你看，这就是介电值啊。这个是零的话呢，那这个波这个根号里面就是一了。那开出来还是一样，一减一就是零啊，阿尔法就是零。好，这个是零的话呢，那就是一加一就变成二啊，二开根号根号二，那这个方程约掉，非常就等于这个。这个情况就是什么呢？平面电磁波在理想介电值内行进的情况。你导出这个，我们导出一个新的东西啊。如果 sigma 回到这个介电值的状况等于零的话呢，应该这个状况就回到介电值的状况。如果回不去，就说这个等于零，这个不能够像这个介电值里面的形状一样，那就表示你这个有问题，导出来有问题。哎。好，那么我们再看，当 sigma 大的时候，就是说你这个导体啊，很多种啊，有的这个导电性很好，有的导电性比较差呀，有的是两导体，各坑的，有的是并不是很好的两导体啊，不是很好的导体，我们称它叫做不坑的。那么它们的差异就是这个大小不一样。这个越大，就表示你这个导体越好，导电性越好。如果这个区域无穷大呢，那就是你这个导体就是一个理想导体，理想导体，它没有这个，没有电阻，你电流在里面流的时候，它不会有功率的消耗，不会变成电功率，不会变成热功率，它是。电流不会衰减啊。好，如果这个越大的话呢，那这一项越大呀，那这个括弧里头的东西就越来越大，阿尔法就越来越大。那这表示什么？表示衰减因子就变大了啊，衰减因子衰减的越快啊，波的振幅也衰减的越快。就说这个 exponential 负阿尔法 z， 那阿尔法 z 行进的时候，因为阿尔法很大，所以它衰减的很快啊。好，那么我们现在看，波在导体里面会一边走一边衰减，一边走一边衰减。好，当你是等于某一个定值。用 delta 来表示，走了这么远的时候，它振幅衰减成原来的 exponential 负一次方倍，这个时候呢，那就表示一要等于这个，是等于原来的这个 z 等于零处的这个振幅 exponential 负一次方倍。这个特别的距离啊，我们称它叫做穿过程 depth of penetration， 或者叫做 skin depth， 我们翻成皮肤深度。好，那现在我们就看这个，要满足这个条件啊 ，z 等于 delta 的时候，这个要等于。对不对？啊，那么我们就可以知道 delta 等于 alpha
穿透深度就是穿透深度就是它的 attenuation constant 的导数，数当然也是 measure， 就是 measure 正说 yeah 那是打错，哪个打错？一个负伽马伽啊，一个负阿尔法，这个哦，阿尔法阿尔法 V 的这个，这是 delta 我写错了，这个地方应该是一个 delta， V 等于 delta， 这个写错大家改一下，这是 delta， 这个阿尔法要不要写成这个 delta， 你才可以有这个东西。OK， 你等一下我改一下。好，下面现在我们就看导体介质中的电流密度。我们知道这个电磁波在导体里面传播的时候啊，因为它有电场，所以它会产生由欧姆定律呢，它会产生 current density。那这个电场又等于这个东西，对不对？这个就这个，这个没有带到的这个怎么样？好，那么我们就看到这个 current density 会随着它行进的距离越来越小。那么 current density 跟电场它的 phase 都不一样，所以说 J 跟 E 它的相位相同。In phase， 你电场大的时候 ，current density 大，电场小的区域、小的位置啊，在某一瞬间，它的 current density 在那一瞬间呢，也很小。那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这个是电磁波在传播啊，电磁波这是电场。OK， 那么 current density 呢，它是等于这个电场要乘上一个conductivity， 那就是这个它，你看这个是越来越小。Current density 也是越来越小。那么 in phase 电场最大的时候 ，current density 也是最大的；电场最小的时候，负值的时候，这个也是负值。电场是零的时候 ，current density 也是零。那么所以它们是 in phase。好，如果Conductivity approaches infinity， 变成无穷大的时候呢，穿透深度是怎么样？是变成零吗？穿透深度跟阿尔法一样啊，这个变成无限大了啊，你看，无限大了。这个变成无限大了，那阿尔法就是无限大，对不对？它的导数就是零了。好，这个时候啊，穿透深度就是零，那就表示说，如果这是一个导体这么厚啊，电磁波从这一边进来。进来以后，如果是一般的导体，它是越来越小，越来越小，越来越小。比如说，就拿这个来看，如果 delta 变成无限大的话呢，它一下子就衰减到零啊，一下，它不要经过这么长，一下子就衰减到零。那电磁波呢，无法。
法行进到导体的内部，内部不会有电荷密度，因为里头没有电场，所以只有表面密度存在，只有表面有电场，于是只有表面电流密度存在。好，那么现在我们去看，刚刚有人说，好，电磁波在导体介质里面传播，它跟真空里面就是差在一项，比真空里多一个衰减因子，它会越来越衰减，越来越衰减。那么如果说你这个导体是理想导体的话呢，它很快就它一毫米。几百万分之一毫米，它就衰减，几乎看不见啊，衰减几乎等于零了。那因此，这个时候啊，只有表面上有电，一进去就没有。好，那现在我们就看一看那个 H 场。我们刚才讲的是电场，对不对 ？H 场呢，我们还是由法拉第定律来看。Faraday's law， 啊 ，H 等于这个，你看 H， 我把这个除过来，这个作为 curve 的话，因为 E 等于 X component， 所以它最后只得这个东西那么我们就把 E 呢带进去，这个不是说两项都有了，说它可能是这个，也可能是这个，我们一并算而已然后这个微分以后呢，伽马我们就提出来，里头还是不变的，不过这个变成一个，有一个变负号而已就这里有个负号负负的，这个负负的正这个就是变成负。好，那现在我们就把这个。伽马的值带进去，我们先用这个，先用一个 mu epsilon c 然后呢，我们把先用一个约掉，就变成 mu 根号 mu 分之 epsilon c 乘上这个，这个就是 mu 分之 epsilon c 来根号你这一项。然后我们把 epsilon c 带进去， epsilon c 等于 epsilon 减掉 j sigma of omega， 这个一定要借着做习题啊，把它记得清清楚楚啊。epsilon c 就是这个东西，它等于 epsilon prime 加上减掉 j epsilon double prime。我们可以把这个把它的 amplitude 跟 phase 写出来。那这个呢，就是说我们用更简单的向正方向传播的电场跟向负方向传播的电场。这是电场来说，我们现在就用 H 场。电场跟 H 场就是这个关系。我们说。这整个是代表它就是可以变成 H 的 amplitude， 它的复数 amplitude， 正方向传播的跟负方向传播的那我们就把这整个就把它写成向正这一方向传播的 H 场跟向负这一传播方向的 H 场。好，那么我们比较这两个。这个是这个，H Y plus V 就等于这个东西，等于这个，H Y minus 等于负的这个那现在我们看一看，你把这两个比一比，把这个E X 跟正的
EX 跟 H 买比一下，就是你把这个除过来，跟把这个除过来，都是这个，不过一个是正的，一个是负的，对不对？不过我们这里是多乘一个负号，那这两个应该都是一样的啊，它就是变成，我们把这些简单一点，这个就是 epsilon c。那这个呢，跟我们前面讲的 mu over epsilon 的形态不就一样了吗？只不过一个是 epsilon， 一个是 epsilon c， 啊 ，mu over epsilon 开分号，我们称它叫做 eta，eta 就是说的固有阻抗，或者叫做自由阻抗。那这个就是啊，也是说的自由阻抗，不过它是什么？导体介质里面的啊，导体介质里面的啊，固有的或者啊 ，intrinsic wave impedance 啊，那么这个是一个复数。所以导体里面的，你看吧，导体啊，它的 wave impedance 啊 ，intrinsic wave impedance 是个复数啊，这个复数它就跟这个前面的差很多了，啊、差很多。因为这个 H 场，我们前面讲过，你 H 场跟电场，就是它等于什么 ？H 啊 ，HY 等于 EX over A 场 over A 场，是以前讲这个方向。那现在是 H plus 等于 E plus over A 场 C， 这是个 complex。complex 的话呢，那它本身是 complex， 所以你把它画成直画成极型的话呢，极坐标体的话，它就有大小 a 的 c 的，还有它一个 phase angle， 啊，所以它的分母啊，就有一个相差，啊，就有一个相位，啊，那么因此 h 场跟电场就有相差。就是电场在分子啊，本来这个在介电子里面 ，H 场的分母是一个实数啊，那现在它有相位啊，所以它的相位啊，就差了一个相位啊。好，现在我们再看，好，我们就把这个把它画成。极型 ，OK， 画成极型。好，我们说，它本来是这个，我们现在变成它有一个大小，再来一个是一个向角，向角。那你可以把这个东西啊。epsilon 提出来，就变成啊，分母是这个。那你现在就说这个里头不是那么简单，你必须要自己做一下，自己做一下再。这个出去考试会考的啊，你一定要倒一倒啊，它可以画成这个样子。
但是我们把它的差异处啊，原来差异处把它去掉的时候，这个就回到界限时的这个数字，所以我们导出来没有错。好，这个是讲到固有波阻抗，导体的固有波阻抗可以写成这个。那一般我们就是用这个比较基本抗的这一项成绩。好，那现在我们就可以把这个 H 场写出来了啊。H 场我们知道它可以，我们现在就把这个真空流或界电子领域的 H 场，我们把 A 场换成 A 场 C 啊。那以前的贝塔我们就把它变成伽马啊。OK。这就是 H 场。那现在你看这个 A 乘 C 可以变成这个，对不对？它就是这样， amplitude 再加上它的相位。以前呢借电子的时候这个没有这一项，这就是 A 场，所以呢它的相位就跟电场的相位是一样。但现在不是哦，现在这个相位这个拿上去要解掉这个相位的，所以电场跟 H 场就会有一个相差，所以我们把这个拿上去合并以后，就变成这个样子啊，就把这个拿上去，贝塔 z 负荷拿出来，贝塔 z， 贝塔 z， 这个贝塔 z。加上这个，啊，减掉这个，再加上这个 ，y c 加 a 加，这个是现在的 h。那它的这个实写形态 ，harmonic form， 你就把这个 space time 乘上 exponential 的 j omega t 次方。这个 real， 好，就是这个，把这个拿出来了，对不对？啊，你说就是，这个也是实数哦，不能提出来，啊，你说这边是 sin， 这个也是一样，这个实数拿出来，你说去 real， 就是这个。好，我们从这个结果里面。可以知道，在导体介质中传播的平面电磁波，磁场强度要落后电场强度一个角度。这落后的角度就是西塔 a， 所以有相差了啊。现在才会有相差。哎，啊，在导体介质中，平面电磁波的波长跟它的周期。我们现在可以分别来看看 lambda 等于这个 vp 是 lambda 还是一样啊，出牌我们是 beta， vp 就是 phase velocity omega over beta， t 就是 period 是 frequency 的导数， frequency 的导数。现在，我们就把这个电场跟 H 场的波函数写出来，这是正方向。我们看看它的图形是怎么样的，函数曲线啊。你看，电场它是 x polarization， 这是 X 场 ，H 场是 y polarization， 对不对？不过这个时候你去看看，它不是 in phase。这两个，你看它的最大值跟这个最大值，并不是 match 的，中间有个相差。相差就是说，这个先到，这个后到。
那么差异的这些差异，那么随着这个传播，电厂也在衰减 ，H 厂也在衰减。那么这个就是我们从图形上面看，电厂跟 H 厂是这个样子的。好，那么我们今天就先讲到这里，我们下次就来讲立体。